小兔崽子干了坏事还想躲是吧？你血要怎么打人呢？宁慧，简明明，宁慧在我眼皮子底下藏了这么多年，我竟然没找到你！我你想干嘛？啊！你想干什么？动谁呢？去你的门！ 放下我！你别打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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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跟你们大家数了数了这一家子人干的坏事儿啊！这家人原本姓崔，20多年前，他的老公这俩的爸爸竟然拿刀杀了我爸爸！你他妈放屁！我看你们谁动我姐！我说的痛处对吗？啊，我说对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小兔崽子，不知道悔改，就这小兔崽子，竟然伙同着一帮坏人坑了我们家9000万！ 你们说我该不该打？该不该骂？你们家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孩子，还想跑跑啊？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能找到你们，我找到哪儿我打到哪儿，咱们试一试。 一直不接电话。是啊，我跟大眼轮流给他打电话，他都不接，估计睡着呢吧。臭小子，关键是个掉链子，行了，我找他。哎，林勇，情况呢，我们也都了解。 你们之前有什么恩怨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。如果他们违法，你们有证据就起诉；没有证据的话，就别提了。今天这件事是你们不对，不管有什么原因，也不能上门骂人，更不能动手。这叫寻衅滋事。好在没有人受伤，只要你们认个错，赔个礼，道个歉，签了和解书就可以走了。如果不想和解，那就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。 该处罚处罚。检察同志，是我们错了，我们愿意道歉。姐，那你们呢？愿意和解吗？你们不是还要走呢吗？要我说，这件事儿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如果下次再发生这种情况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 我们一定会给你们做主。对不起，我们错了，请你们原谅。行了，既然双方都达成了和解，那你们在这儿签个字吧。